欢迎大家收睇《龙泰影画馆》，我是龙泰。今集劫系劫上瘾 Part 3，开箱嘅玩具就系阿劳斯 F 尼波鲁布清切 figure 卡梅拉德基斯马库拉姆布斯托塞多。嗱，咁啊，背面系可以咁样玩噶啦，即系上半身、下半身咁样转咯。呢度系嘛？別買一個 Boost Tiger Andoli Saddle 嗰個位咧，咁啊就係另買噶啦，係配件得咁多嘅啫。嗰個支槍可以咁樣，先踩只腳先，係嘛？點樣玩呢？呢個接駁位，咁啊，狐狸頭，嗰個頸巾喺度，咁，周邊啦，我哋揸埋支槍先。啊，都勉強都過到骨嘅，好靚仔。之後轉形態，係咪咁樣嘅咧？咁樣，如果係電視嘅設定咧，咁啊同阿機甲小寶嘅加寶達一樣咧，咁啊係即係咁啊打關鬥啊變身咯，咁樣咯，咁樣咯，咁樣咯，係係咯。
呢隻都 OK 好玩啦，價錢又平啊，就都如果有細件嘢嘅咧，咁啊三歲小朋友就唔好去玩啦，咁樣啦。啊，都試玩嘅評分咧，咁啊五分滿分，我俾佢三分噶啦。今集試玩完畢。如果大家是無面超人 Gibbs 的 fans 咧，咁啊或者 Y 打迷咧，咁啊就中意今集咧，咁啊就請俾個訂閱、like、追蹤、share 散播出去啦。如果有咩地方好唔明白嘅咧，咁啊就歡迎喺下面留言版留言。如果唔方便、好怕醜嘅咧，咁啊就 send 個 email 單獨同我傾偈啦，同埋 PM 啦，其他平台好。今集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